人哋覺得波大就冇路啊，因為你哋靚，你哋身材好咧，好多人好直接嘅就將我哋嘅注意力集中喺你哋嘅樣，喺你哋嘅身形，你哋嘅美態，而唔會用時間或者去忽略咗你嘅智慧。你有冇遇到咁嘅情況？有㗎，成日都會有㗎。我會覺得如果佢淨係留意我的外表，佢唔會去再深入了解你嘅內在嘅話，我覺得呢啲人需要再同佢繼續有啲咩嘢嘅接觸咯。因為直接啲講，膚淺。因為我覺得你除咗要外表要吸引好之外，咁我覺得你都要即係喜歡一個人，你都會研究佢嘅內在噶嘛。咁佢連研究呢一個內在嘅心都冇嘅話，我覺得。Say no 的，可以 reject 的。